的模式，因为是我玩嘛，所以是最最最简单的。好，那我要开始哦。那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到二的时候可以按个加速，然后它就超快，那个爆冲，没错。然后这边有金银铜的那个三个魔蛋，通常是吃金的会比较好，因为金的话它会直接给你两个蛋的那个东西。那你现在吃到水晶，你可以直接把它按掉。然后你身上这个是死亡宣告，只要你没有在等一下，你没有在六秒之前把它按掉，就会有一个死神。我很努力在按，但是它不太听我的话，你懂吗？哦，对。然后大家有没有看到它那个妮乌刚才是吃到了三个一样的？哦，我连吃了三个。没错，没错。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你只要吃一个，它是一个小威力的。对。那只要你要吃第二个，然后一样的相同的第三个集中在一起，它的威力就变得很大。就只要是你是吃到一个火焰，它就变成一个大火焰。啊，你现在吃到这个水晶可以直接按掉。这水晶的功能就是让你那个基本跑速变高，像你看你如果现在左下角就十个，十个就是满了。然后他就直接把那个其他的那个赛车手狠狠的甩在后面。那我的甩尾加速。你怎么一直吃到水晶啊？我超厉害。已经都满了、欸。然后这个水晶，只要是被其他人的那个魔法攻击到的话，就会喷掉，或是被别人那个天生之撞。哎、欸，我要被撞了。那下一条被撞，他直接掉一半。没错。然后你如果现在吃到的是那个火焰，火焰你前面有人的话，你就可以那个发动，就可以那个炸它。然后像尼如他的角色的天生技已经好了，你就可以按一下。然后这只凶哥的技能就是把自己的车拿起来甩，然后撞到其他的那个赛车手，会直接他会直接那个飞起来。跟大家在这里说明一下，就是我会用玩这只角色，其实我会玩这角色是，我会玩这只角色，我要先跟大家讲，我会玩这只角色是因为我试过很多的角色。然后这一只角色的大绝最简单暴力，非常的适合我。简单暴力？那你本人很简单暴力吗？没有，我比较心思细腻。哦，那怎么选一只跟你那个差那么多的角色啊？但你好像这边是跑那个佐佐镇即时赛道新手模式。最后的时候，我们看能不能跑一个大师模式给大家看。两秒，两秒冲刺。哎，失败。哎，你好像比我强哎。我在冲刺这方面比你强。对啊，你好像比我强。而且你看你的对手很强哎，完全跟我刚刚不一样。我刚刚就是一路冲到底。甩尾。给大家看看那个赛道的感觉。可以啦，你可以靠你的猜。哎，我发现你跟我不一样了，你会一直左右晃哎。那个好像没什么关系。不是，就是我会，你知道我光集中精神，我连有时候连大绝都来不及按，而且。你刚刚是避免掉一个死亡宣告啊？哎，那是我旁边的人。哦，那是你旁边的人。像我现在身上有金套，就是他们好像要攻击我。火球！哇哦！我打到别人那个盾上面了。哦，可惜。然后这游戏其实还蛮精彩的，就是它的地图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水沟刚才喷起来。然后现在就是用这个乔克波的能力加速，然后我现在就吃到一个防护罩。哇塞，你好厉害！你怎么有办法边玩游戏？哇，你看你的防护罩没有效果。然后大家看到那个金太号就可以把防护罩开起来，像这样子开起来，然后就可以避免非常多的一些就像是别人用火球或是、那個、对，没错，或者进攻攻击的时候就会失效这样。对，那像我现在没东西按了，我现在就是吃到那个进攻，所以我都会失去控制，会打滑。然后现在它的状态上面是有一个魔石啊，魔石就是吃下去，刚刚有讲过嘛，就是你的速度会变快一点。那个是水晶，那是水晶，水晶。你可以从那个魔蛋里面吃到那个水晶，没错。好，现在那个天生技又好了，开冲，开冲。哎、欸，你的是天生技比我的强啊，我的就是我的天生技就是加速，你的是撞别人，你还能去撞，就暴力一点点。对对对。哦，哎，为什么啦？我吃到那个地板上的东西，我直接飞起来了，可能是踩到那个水沟盖之类的。哎、这个地图比较辛苦一点点，有很多陷阱。对，然后那个甩尾你不能马上放掉，你要等到那个后面有轮子有那个里面。哇，你观察细节耶！等到那个黄色的光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掉，它就把你一段冲刺。哇塞，哎、欸，真的跟我不一样。哎、欸，提醒你现在有那个盾了，因为等一下有金蛋号可以按，还是你可以看得出来？哇！轰！哇、wow, wow. 它可以看，它可以转视角看后面，你可以看一下你后面，你对。我通常转视角看到的时候，都是不小心按到的时候。哦、oh, 欸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好厉害，哎、欸，真的强，哎，真的强，超强。刚那个彩蛋，我们现在那个角色就是开始笑了。没错，对，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厉害，哎，还行吧，你不知道你比我厉害，很第一名，哎，说啥呢？那个新手模式，哎，两秒冲刺，哎呦，你现在领先哦，没错。你吃到一个金蛋，我吃到那个火焰了，我会炸你吗？嘿，炸你！你没炸到。好了，我吃到那个死亡宣告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哎、欸，我把它弄掉。死亡宣告，只要你的手速够快的话，是可以把它甩掉的。那我是手速不够，哇哇！我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了，很容易就会掉下去。哎、欸，我要掉下去了。
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，你好像不知道你练习的时候好像没那么强哎、欸。现在很急着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哎、欸、，Hello， 你现在吃到那个三级的火球，你要不要按按看？啊！我们两个飞高，两个飞高高。好，我们天生地都好了，开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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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记得去撞别人哎、欸，不要撞，不要撞我。我在忙，你不要跟我讲话。我现在在你前面，你不知道我在跟你讲话。我们现在不在比赛吗？哎，其实你后面有一个人跟你很近哎、欸。你看那个小地图，可以看到那个头像。等一下，我没有办法看小地图，我没有办法看。我光不要掉下去，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好，大家可以那个，啊、能吃到金蛋，金蛋的话是最好的，因为金蛋会直接给你两个东西。然后银蛋，我完美错过金蛋。没错，银蛋是复制你身上有个东，就那个本来就有东西，铜蛋是随便给你一个。所以一定是先吃金银铜的概念。那你的天生地就好了，你可以按一下。啊！你要记得去吃那个水晶呢。好，等一下。OK， 好，我会吃水晶。我的基本跑速就比你快很多。然后记得，假如你想要换掉你不想用的魔弹的话，你要先把你身上的东西按掉，它才会吃到新的，不然它不会变成新的。OK。对。哦，你现在第四名哦。好，等一下。这个 AI 是正常的还是弱的还是？弱。应该是。最友善的，只能说是最友善的。哦，可以啊，你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怎么炸起来了？你要记得那个左下角那个很像樱花花瓣那个冲刺的图案的，那个就是好那个就是你的天生技，你要记得。OK， 好，我按了。好，因为我有一个大的防护罩。哎、欸，我好像快到了。耶、欸！又到了。哎、欸，你看。啊！掉下去了，等一下。他刚才是跟身体跟着转哦。哇，哎，你好像瞬间的，我知道了。我就说这游戏会瞬间变最后一名了嘛。哎、欸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为了那个观众好。你看有效果吗？现在我们是那个画面，因为我们有讲过这个小彩蛋嘛。一到四名的那个赛车手，他都很开心。你看我的乔可波，开心的那个。我刚一直觉得机器乔可波到底是谁，原来不是你哦。没错，然后你看五到八名，你看他现在他那个胸哥，你可以，我们现在就玩经典游乐场大师。OK， 大师的反赛道。两秒，冲！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这次我输？难得食物喽。像我现在就吃到一个水花，水花功能好像是在那个地板上放一个很像陷阱的东西，后面的人只要踩到的话就打滑。哎、欸，你好激动，你身体开始站起来嘞。是不是？啊，我掉下去了！啊，哎、欸，喂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这个游戏有刹车跟倒退，你可以在你掉。啊，我要跳下去了！要掉下去之前按一下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人都一直掉下去，好不好？这真的很难。然后我现在吃到的就是劲风跟那个劲风跟防护盾，那我现在前面没人，所以按劲风就没有用。然后劲风的功能可能你吃第一个，它的距离会比较短一点；你只要吃三个的话，它是变得超级远那个距离。其实大师跟一般的区别，可能就是那个地图你的速度，可能会速度感会变比较重，那个滑倒的速度也会变比较重。啊、好的。然后像我现在要吃到一个魔法护盾，你只要有人要用的魔法攻击我的话，我就可以开。我大火球了。哦，那你可以先，你可以选择要攻击谁了。我随便按啊！我掉下去了。开启这个魔法护盾。哎、欸，我是要打到你吗？哦，我成功的防御哎。那我现在要吃到一个死亡宣告。哎、欸，其实我觉得这游戏还蛮特别，就是我又要掉下去了。没事。通常第一名的东西道具是不管用的，但是第一名吃到死亡宣告，他要去帮我烦第二名。所以他可以拉开你拉远，对，我会跟第二名的距离再拉更远、欸。哦，我快疯了。你要记得看一下你的。不是我真的没有，我一直会被控制到不能按。加油，可以吧？哎、欸，我好像赢蛮多的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不是说这场要让你吧？好像没有让我这回事。让你吗？哦，我现在吃到一个大火球。我啊掉！我到了、欸，我好像不是我赢第二名，赢太多了吧？哎、欸，其实是不是我是一个？你可以当赛车手啊？你可以当这个职业。我已经停下来好久了。啊！啊！我要不行了，我要不行了！我要到喽！我加速喽！啊！我要掉下去！啊！我觉得你应该要善用你的那个刹车。我觉得你掉下去，他直接帮你那个重新重整，让你回到赛道上。只要你是减速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转弯一下。你知道我已经最后一名了吗？然后其实这游戏还蛮开心，就是对玩家都蛮好的。
那通常有些赛车游戏，你玩完之后，第一名跑到了就开始倒数计时，没错。然后第八名或是落后的，我就有点压力。啊，我是不是快跑不到终点了？但这游戏每个人都可以跑到终点，只是分数比较少而已。再一场，再一场吗？等一下， okay、这个地图怎么是大师、啊？没事啊，这个地图不会掉下去啊。这个游戏地图很佛心，五秒哦。好，我心动默念哦，一三度，2345，好，后追。我开始了。然后我要为了我的两顿饭开始认真跑喽。冲刺！哎呦，好，我已经没了。你第二名啊，你还行啊。可是我已经被喷到了。还是其实你想请我吃饭？没有，别想太多，不要想被请吃饭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完了，我好像也不能说什么风凉话哎。对啊，你现在好像一直在那个天空上飞。记得吃这个金球。哎、欸，完了，真的感觉。这真的很快。后面的人一直在炸我，哎、欸，你现在第一名呢，真的假的？第一名呢？拜托，地图我选的。完了，追不到你。你看得到我的车尾灯吗？哎、欸，其实你很讨厌我。什么意思？怎么可能？头也不回，一直冲。怎么会有人讨厌土耳其皇帝吗？没事，我来冲。哎，劲风。哦，这劲风其实蛮烦的。追！完了，我好像没戏了。哎，其实你赢很多哎，你前面是不是在浪啊？有可能哦，我就是为了这一局。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经纪人 Erica， 他现在一定在外面。看你赢我半圈呢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要讲话。我说我的经纪人，他现在一定很开心的。追！你要不要多撞一点，给我点机会。我又再撞到了，我真的给你机会看，我很想跟你吃饭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欸，你这场好像有点太强哎、欸。我是全神贯注，你有发现我身体前倾，就是为了要看清楚一点那个你荧幕，我明明就有戴隐形眼镜。得了，耶耶耶，嘿。哎，你第二名超级多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嘿嘿，还是你就是一个大师仔。第三名，哈哈。反正至少我们的角色让你笑得很开心啊。那我玩到什么程度啊？这里好痛。为什么？你太激动了吗？那个我按